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那狗 ice latte， 你以前只会讲什么我中意狗狗屎一个小品，你哋一句同我死开，扑街。Hi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今天的影片呢，我请到了一个特别来宾，要完成一个我的特别企划。这个企划我们是不是，我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跟你提过了，去年十月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特别企划呢，就是要来测试一下我现在广东话的能力在哪里。大家一定有听过那个什么 TOEIC 嘛，多益 TOEIC 的就是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， 所以我今天要来做一个广东话版本的，叫做 TOSIC。 TOSIC 有毒的叫做 Test of Cantones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。 好，那今天这个测验呢，就会来一个不专业的广东话教授。那今天的考试呢，总共会分成四大部分，就是听说读写。其实我觉得你找我来测试你的广东话是一个很勇敢的挑战，真的，因为我的广东话就很多懒音，如果你连我的都听得到，那我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广东话的 rapper 了。但这也表示，如果我今天就是在这个考试中及格的话，就表示你知道。你很棒。好，我们马上就来第一部分。听，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。我总是一个人。然后第二句再次。在练习一个人。在练 Tips， 这是一个歌曲的名字。喜欢一个人。练习一个人。连着一个人。我也是一个人连着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哎。OK， 他是林宥嘉的歌。再练习一个人，再练习，对，再练习。什么连着一个人？连着。那这样这个我得多少分？0.5，零分啊。零分。哎，我前半段。OK， 这是严格的，严格。第一题，零分。自从遇见你，我比你还要少女。哦。自从遇见你，再次。自从遇见你，我比你还要少女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也是林宥嘉的歌。对，自从遇见你，我比你还要少女。OK， good， 好，一分。那第三题就是广东话的口语。OK， 有没有搞错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第四题也是口语啊。刘以豪真的好靓仔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刘以豪真的很帅。嗯 ，OK， 是不是你已经习惯了听口语？我觉得是哎。Boris， 你可唔可以复个复 gay？ 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Boris， 你可以回复讯息，复 gay， 回复手机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我觉得我一个很大的，我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可以猜出一些意思，但其实我。本来不知道，就是你没有听得很清楚，可是你可以，但是我可以猜前文后理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这一题是比较难的，是一个广东话歌里面的歌词。好、okay.。可是它听起来也。天黑吧，请雨给。可是这个它里面有书面语，也有口语。OK。当你正式上班，先知道乜嘢叫惨。原来做功课好简单，做人好难。当你正式上班，正式上班。Okay.先知道什么叫惨，才知道什么叫做惨，是累吗？还是啊，对，就是很惨啊。OK， 原来做功课好简单。哦哦，原来做去工作很简单，人生才比较难啊。再次，等一下。原来做功课好简单，做人好难。原来坐公车哦，坐公车，原来做功课。很简单，做人比较难。他是农夫，香港有个组合叫农夫。哦，这个歌叫《伟大寒度》。伟大寒度。伟大寒道。他是当你正式上班，先知道乜嘢叫惨。原来做功课好简单。哦、这 rap 是吧？听起来像 rap，、哦 okay、很好听到的歌，传给你啊。好，那现在要到说。好，我说我觉得太难了。说就是那现在我会给你一个 scenario， 那你要。讲一些话，好，广东话，好，你要问人你吃饭了没有？你吃饭没？没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没。想唔想食嘢？
那一生很神圣，也是你想不想要吃饭？没食饱，食饱是你吃饱了没？你食咗饭未？啊，你食咗饭未？哦 ，OK OK， 好。第二个就是你在咖啡厅 ，OK， 然后你要点一杯冰拿铁。我知道。你好，一个 ice latte。ice latte。冰的广东话怎样讲？冻啊，冻。latte。香港人也会讲 latte 呀，冻。就是我们会讲，唔该，我想一杯冻 latte 这样子。哦，唔该，我想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是很有礼貌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知道我最常去那个餐厅，我就已经想好说，好，我等一下一定要用那广东话点餐。就到他真的来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呢个唔该，呢个唔该，全部呢个，你只要学会讲呢个，还有唔该，就可以点餐了。对啊，他问我就是再接下去，我就这样，对。好，你要简单的说你今天来我家干嘛？今日我系去 Agnes 屋企拍片。哇，好叻喎！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要讲 OK 耶，拍呢条片。你讲得也蛮标准的。OK， 第四题，最后一题啊。好，用广东话评价我的影片。好叻哦！是不是影片好靓啊？影片好靓是想想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要一个 complete sentence。OK， 你个片好吸引哦，好吸引，讲得很好嘅。我们你问一下，你啲片，你啲片好吸引，嗯，同埋，我好中意你细佬，好中意细佬。Jonas 嚟嘅，哦 ，Jonas，not Boris， 因为他不复你 message， 扑街，扑街吓，扑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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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oris 听到，干嘛骂我？好嬲，好嬲，好嬲，好啦，黐线，你是要把所有骂人的话也讲出来？哦，你今天晚上要干嘛？听晚，哎，听晚是明天，啊。今晚，我今晚，我今晚，其实正确的读音是我今晚要系，去，我随便说，铜锣湾 shopping， 我们会说行街，我今晚去铜锣湾行街，或者去，超难的，等一下，喺屋企。煮饭哦，哎，你真的进步很多哎，真的吗？你以前只会讲什么我中意果坡树，哎，你知道这边有一棵树，我中意果坡树，你现在会讲一杯茶，很好哎，你现在可以讲很多句话。如果你要骂人，你可以吗？可以骂我，气死。OK， 我收皮，收皮啊，是一个很 rude 的脏话。谁叫你的？就是那个啊 ，social media 上面很多会就是七星，然后中间有个 L， 哦，对对对，中间的那个字那个就是一个脏话。我知道广东话的五个字的脏话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还学了一个东西。有时候工作，然后你出去外面要拿那个发票去报账嘛。然后我之前都会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说我要那个收据，就我不知道收据的广东话怎么讲。可唔可以俾我个单啊？这样。哦，你可以讲，可唔可以俾张单我啊？可唔可以俾张单我？嗯。我最常讲的就是客户打电话给我，就说唔好意思啊，我。唔系好识讲广东话，你跟客户讲普通话，唔好意思啊你。好，那现在呢到读的部分，我给你那个句子，你看，然后你读出来。好，听日唔想翻工啊，听日唔想翻工啊，老板可唔可以加人工啊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老板可不可以加薪？对，加薪水。Rob， 传给 Rob 这个，传给 Rob 把这个剪出来。哇塞，最后一下哦，第三个你哋一个两个同我试开，
OK， 这个是你第一个、二个同我死开，死开就是走开，可是比较凶那种。哦，你讲滚开，滚开，同我死开，通常不会讲的这么温柔。哦、你第一个一个同我死开，就像我跟我两个弟弟这样。哦、我刚正想说这个 scenario 是不是常发生在这个空间里面？你第一个一个同我死开，这个叫喜欢你，死欢你，你死欢你什么？喜欢的广东话，中意你，谁喜欢？喜欢啊，不是谁？谁是死掉的那个死？嗯，那不然东东阳东，听起来像什么冷的饮料？东阳东阳吗？系咯，喜欢你那双眼动人，喜欢你那双眼双眼。眼眼哦，那声眼动扬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广东话有一个那个响，像是声哦 ，S H 的。对，然后我就会发，就是我朋友都说我会把那个 R 的音发进去，就是声，然后会卷舌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发。声声声声，那那你个眼好灵。哇，这个我不会了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到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。好难的这个，真的。过，真的很难。韩国，韩好，韩好是，好好，韩好是台语。好了，不不不，哎，我这句真的不会，我只会说。真的很难的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到海边，过。路过了，路过了，路路过了，过学校后，你的“学”是有 accent， 学。接下来，哇，七星蜘蛛 ，D 蜘蛛 C 里蛛 G 许之，其实你也讲的。算蛮不错，真假的，这是就是一个广东话的急口令，绕口令。七星鸡猪滴鸡猪西，七举鸡许鸡，七举鸡许鸡。七星鸡猪滴鸡猪西，七举鸡许鸡。其实你讲的 OK， 真的吗？对，可是你要讲的很快就。七星鸡猪，七星鸡猪滴鸡猪西，七举鸡许鸡，这样子。七星鸡猪滴鸡。OK， 最后你要写。好的 ，OK。我觉得写呢，我自己算是蛮有信心的。你做紧咩啊？紧咩？哦，你先要把那个广东话的字也写出来。嗯。你做紧咩？是这样吗？不对，你在做什么？哦、所以那个做就是做。就是这个做，嗯，哦，好，这个是正确答案。你做紧咩呀？我一直以为是这个紧。好，没关系。关我咩事啊？我唔想知啊。啊。哦。然后呢 ？Nice， 我唔想知啊。正确，不过那个我唔想，我们会写。哦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，这个是我不想。哦啊，对，这是口语的。关我咩事啊？我唔想知啊。对 ，nice。嗯，感觉好麻烦，感觉好麻烦。人生好累哦，人生好累，好累。这样应该已经克服了我。对，天下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做一个温暖的人。哦，做，我知道这个。Correct。做一个温。温暖的人，温暖暖暖，温暖的人。嗯，你觉得你是温暖的人吗？我不是啊。生活并不完美，但不代表它不美。好，再次。生活并不完美。哦哈，但不代表它不美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是很喜欢那个《冲上云霄》那首歌。这个是《冲上云霄》的歌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是完美。哦哦。Correct， 哒啦，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愉快的野记，但世事再没完美。啊，好是吧 ？OK， alright。Sensia 啲片好好睇啊，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，唔该。
雅低频吼吼台，感觉来，继续做啊，继续做。记得怎么讲？给的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，唔该。Good，好棒。好，今天这个 toxic exam 呢，你有 toxic B plus， 我有 B plus 呀。相信两个月后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广东话的 rapper 了。我就可以念 GGC 今天呢，受益良多。我今天在这个 toxic exam 中拿到了一个 B plus 的好成绩。希望我们可以就是继续往可能二级或三级迈进。下一次我再，下次换 Boris 出题。哦，好难，他 rap， 你这样他 rap， Boris。Boris rap 、啊、我们今天也会拍另外一个影片，就是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学英文、嗯、那去看哦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我今天尝试着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讲你家的地址，好难哦。后来我就放弃了，我要去这里。你怎么知道？好，算了一二三，开始